妈呀！我最紧张的就是自己的歌了，因为你们应该都知道，我今天唱的大部分都是其他歌手的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唱自己的歌真的好紧张，然后又加上因为这个星期的工作很多，所以今天声音比较哑，但是我觉得是有另外一种性感的感觉吧。让我看看大家好不好？我需要讲多一点话，让我缓和一下那种紧张的心情，因为我真的很容易在每一次的表演的开始就会非常的紧张跟紧绷，这有点改不掉。那我们就先聊天好不好？今天又出大太阳，又下大暴雨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真的很辛苦，然后我知道今天这个场地其实塞这么多人已经是很努力了，然后所以真的很谢谢你们这么辛苦的排，然后也有很多人都有把排队的视频啊跟照片对传到微博上面，我都看到了，所以真的觉得你们很辛苦。然后很多人都牺牲睡眠来排队，对不对？在你们牺牲睡眠的时候，我睡得非常的嗨，因为我这礼拜真的太累了。我昨天12点就睡了，你们应该知道我是夜猫子吧？我昨天从12点，然后到现在到今天早上的11点半才起床。所以当你们正在努力排队的时候，本人正在打呼呢。所以真的很辛苦，但是今天会有19首歌来回馈给你们。应该 OK，还很长，现在这么叫你以后就知道了。应该没有人穿高跟鞋这么的爱漂亮吧？我劝你脱掉，因为时间很长哦，好不好？我今天都特地就是跟我的所有亲朋好友说，一定要穿好穿的鞋子，因为我知道站着听歌其实很累。然后但是我很开心你们都来了，所以接下来继续听歌好不好？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我要谢谢我的英文老师，因为我现在有在学英文。对，因为我小时候的英文基础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，但是就是长大以后想要更加的 international，所以为什么要谢谢他？因为这首歌虽然他的歌词不是说真的很深或是怎么样，但是我很希望可以就是做到完全理解这首歌的意思。然后这首歌其实是跟一个很棒的电影有关，然后这个电影其实这一阵子是非常的红，所以希望你们也会喜欢这首歌，谢谢。